哥维斯泰雅族人啊，是少数民族大家集合。因为我觉得蛮好的是，当我是原住民的时候，在我村庄里面，我好像比较不会感觉到有一些的差别，跟其他族群的差别。然后当我到了汉人社会的时候，我发现我跟他们可能是不太一样。然后当我知道我是同志的时候，后来我会发现我的社会缩小了。然后当我又是感染者的时候，我会发现我的社会又变小了。然后当我是在同事教会聚会的时候，我就发现我在基督教的社会里面，所以我就在想说，是什么原因让我们，因为我们的身份原因，然后让我们跟人的关系变得那么疏远，然后有一些差别，然后有一些成就，然后有一些的不谅解，然后有一些的污名化的那个伤害都在，所以让我觉得说，你说，我绝对要让人感觉到我是很健康的。然后要让人家知道说，当看到我的时候，我就在天主他一看到我的时候，我就没有告诉他我是感染者。然后他那天病完了之后，我就告诉他我是感染者。他说：“哦，你颠覆了我，因为他的印象当中，因为感染者是就像卡波西斯流啊，然后一点一点的。那因为后来我尤其是今年后，我越来越了解到他是什么。那你最大的原因？对呀，就他真的不是。到现在我才真的确定。